欢迎收看《宝岛漫步》。欢迎收看《宝岛漫步》，咱的宝岛观众又客电来个现场啦！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啊，万宁，你好。今天你又看到叶大哥足欢喜，叶大哥你敢知呀？最近啊吼，这个拍开新闻，尤其是国际新闻哦，哎呦，真的都不太舒服哎，又个瘟疫嘛。武汉肺炎就瘟疫嘛，啊，有个暴动啦，哎呦，美国人安尼，哦，好可怕哦。好，我最近看到一本册，就是《德蕾莎修女》，伊嘛是一个足足有爱心的人，吼，啊，伊嘛是救苦救难啦，吼。然后呢，伊有一句话吼，我足感动的，但是伊句话讲出来了后，我感觉有看到叶大哥的影。哦，啊，伊句话是安尼讲的，伊讲吼，伫个别人的需要内底。看到家己的责任，他是这样讲的。我就想到工业大哥，其实我主持这部安尼第四个月我就想说，其实如果叶大哥伊呐讲，不来现场啊，还是讲他不要再继续唱，嘿嘛是因为伊想要退休啊，正常人七十几岁啊，不可以退休嘛，还是闲云野鹤的日子过一下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我就感觉讲啊吼，哦，我大刚安尼接电话吼，我真的觉得。我咱的歌迷吼，对你安尼吼很信任，然后很爱你啊，对你安尼吼足有需求的，有迄阿姨阿公啊吼，伊有忧郁症，哇啊，听你的歌，人规个拢轻松起来，啊有吼迄种安尼吼。打拼失败的吼，看到你安尼，搁拼，就是对，歌迷足需要你的咧，对，啊，你有感觉你很需要无？你有感觉你足有价值的无？你有感觉你予人足信任的无？哦。我有价值无？啊，有信任无？嘿啊！我觉得连阿妈九十二岁，目睭拢金起咧。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拢金起咧。我听着你的歌袂使，逐工上场啊，都拍开电视看你咧。对啊，啊有诶，伫大陆开工厂诶，讲要休假啦。讲想到我安尼吼，继续去，安尼足侪这个情形。对啊，你啊，你啊，曼宁提到说，等于说，看了一本书里面的内容哈，那个《德蕾莎修女》。提要上重要诶，哦，迄个意思就是讲哈啊，人的价值，人的有怎么让人家信任，啊，还是说哦啊，如何对待自己啊，对待别人啊，哈，这内容啊，当然这个啊，文学家有他们很好的理论呐，哦，啊，别人的需要里面看到自己的价值，对啊，价值就是哈。这个追求价值哈，追求价值啊，就我看了差不多20多岁哈，我有这个观念啊。伊本来是要唱歌呢。做人是做人就是哈，爱有迄个价值。哎呀，啊，所谓迄个价值哈，有分差不多两种。一种就是讲哈，伊哦剩几啊十亿迄个人。嘿。不见得什么都没缺啊，不见得比哈一村哈啊1000万的人啊，会单摕100万出来帮助人，无同款，都无同款，价值不一样。对，为人的价值不一样。对嘛，我遮济钱，我摕一丝仔出来，啊，甲我一丝丝仔钱，我摕出来。哎，无同款呢。哦，迄个深度无同款哦。有诶，几啊亿个人吼，有诶人吼，敢若我加减嘛有听到啦吼，有几啊亿个人买吼，摕者吼20万吼，人啊10万帮助亲戚朋友啦，吼，安尼，我有听讲想几啊工啦。阿妈有人讲哦，以前有加1000万哦，动产不动产，阿妈加1000万尔哦，不是现金1000万，对无？啊，即马伊吼要共帮助10万哦，吼，我听着人个需要，我就随提出来，唔免考，考虑3秒钟尔，对嘛？这人的价值啦，哎呀，人的信任哦，
人哦啊，当然爱互有信任安尼吼，啊，讲话嘛都爱吼啊，逐句拢爱熟悉，啊，甲人接触，系啊，相处久了就知影。嘿，阿弟大哥，大家拢讲迄老实人。对，啊，是迄观众朋友，啊，像我拢想到啊，观众朋友，啊，我就是啊，该十。七岁、十八岁，遐歌开始流行，嗯，哦，我内心就是很高兴，嗯，那很高兴，但是当然就是要感恩啊，恩师朱大成，当然都讲过。哎呀，第二哈，就是要谢谢喜欢听我的观众，恭喜你，哎，到哦，有些年纪哦，我有一寡年纪的时阵啊，好比说哈啊，加就三十外岁、四十外岁遐，哎，想讲啊，是要安怎个歌声带给观众？哦，有给他更好、更快乐的，嗯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哎，嗯，呦，嗯，啊，上天赐给我的责任。对，咱有讲啊，讲即马就是这，换新兵来给你照顾啊。哦，啊，像咱的听友对你这信任。对啦，啊不，我即马啊，这慢点，我问你一个，问你两字就好啊。好，什么叫做信任？哎呦，我一直讲你听无信任吗？你看你吼，你伫个节目，我来主持了，你又讲普尼亚茶好，大家就紧甲你买普尼亚茶。啊吼，咱即马节目内底推广吼，讲这好困的啊，红枣啊，哎，茄子啊，啊，就大家拢买啊。哦，你看昨个曾大哥，伊讲吼，我食素都要茄子无买，大红龙买，迄毋是信任，无是啥？好啦。信任我靠，你规个老心都不好查，我到这边我倒醒了，我这当然了。即摆我讲信任咯，比如讲哦，啊，咱的囡仔啊去哦叫迄林木奇，啊，恁林木奇就正经，啊，咱做什么代志拜托人去赶走。啊，我无讲咱听又唔知啊。我讲信任。我来了，我才知影讲吼，正经拄啊开始做节目，迄一两个月拢了钱，啊了钱。大哥，我提五十万出来添呢，啊，我所以我即马来啊，我是感觉讲吼，我都爱安尼，即个责任嘛吼，啊，你甲想嘛，脏啦，脏啦，你送迄杯啊有无？啊，保温杯啊，啊，人就讲啥，人就讲，哎，来提保温杯，咱老大人吼，啊，一杯啊，小小糖啉较好啦吼，热天寒天拢爱啦吼，啊，人讲保温杯啊，都会。都弄啊几百块啊就好啊，伊讲袂使，咱来用较好诶，啊，就一定爱去找虎牙诶，啊，即摆虎牙还几千块啦，你讲是怎么办呢？有虎牙啊，都涨哦，涨还会涨，你知无？啊这人家学了一个，搁涨，啊好，搁涨，搁涨，啊这搁涨，啊迄搁涨。涨下节目哦，给我会计哦，打讲，魏大哥，你是哦，名剩下，名剩下，你跟他讲哦，弄。要送咱物件，无少算者，吼！你这你这一个杯啊，咱去摕爱几千块啊，吼！啊，这一个吼七百外，对不？啊，到要两千块，啊，卖三千啦，我卖三千，你又送，啊，所以无怪你会倒贴啊，啊，我若无加分几项啊，哪会使？啊，这就是信任，恁信任叶大哥，吼，伊就是感觉讲恁拢听伊的，伊就安尼甲你传到好势啊，好势。有够大心的，大行都要甲你传。啊，即马哦，以前好朋友一个拢甲看伊搁出安尼哦，甲学 M 嘛，好像啊，你学 M 嘛，一个时阵呢，即马落来大家拢家己去买呢，自己要想办法去买了。那已经跟之前都不一样了。哦，对了，啊，但是哦，昨哦，打电话考验就买迄个吼，郑先生迄个吼，挂台南吼，吼吼，伊甲我讲叫小弟安尼吼，我嘛甲那个当作伊是我的亲的兄哥。哦，这电视，这哦，这哦，我空间呢，哎，都讲到伊吼，所以你们要十外斤啦，对哇，好安尼啦，阿姨就高兴啦，不是伊高兴，伊买足济茶，伊讲我去甲恁看，啊，看恁有好无，恁啉这茶有好无，哇，啊，因为进前家己啉了足好嘛，啊，足好，伊佫看报告讲，哎呀，这真正哦，足济专家拢讲好，然后呢，伊讲吼，大家啉，阿姨来推广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他真的吼，去人当官看。
对对对对，愈讲话就愈安尼，更有信心。所以咱的听友嘛，拢做有信心的有影。啊，咱这段吼，甲大家小开讲一下，今麦刷来爱听歌，两面也要来接可以啦。哦，真正今仔日要好好来接啦。啊，顶日吼，阿福去拜访的影片吼，啊，我拢有讲讲吼，有同意要播出吼，啊，导播连讲吼，诶，可能会剪接时间卖较久。哎呀，啊，无迄人卡起来讲，喂阿伯，你是谁？啊，其实。拢有拍鸦片，拢是咱的听友家己吼啊，一个发自内心，因为叶大哥是真的很有责任感，也最近是讲，我吼哦推广这個，我是家己感觉足好的啦，啊，今嘛恁恁有好无？哎，佮亲身去共看安尼啦，对，所以是有责任的人。值得信任的人，这个就是信任了。对了，我是讲被罗信任了你。你讲的信任是咱啊普洱茶哈，绝对有足好的效果。对啊，观众朋友爱信任。对啊，来，咱来听歌，听这条蓝星的《可暖》。袂当作是迷茫，为何过数年才搁来望起你？今夜在房内，又是想起你。男儿的苦恋，月红的嘴唇，含泪可爱的目睭。今日这悲哀，世间的歹命，亲像全部归在我。只有来抛掉昔日初恋的美梦。是郭德纲也给点很丢来个家，给那里穿得很帅气又可爱呢。啊，少年家会拍摄起来。来，咱的兄弟姐妹吼，跟咱叶大哥是从小一起长大，就侪人拢讲听你的歌是十七六岁安尼就开始听。啊，所以呢，你今晚要跟叶大哥来开讲，来空吧空空。
八六三八八八八六三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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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吼啊，朋友来啊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，朋友来饮十杯，饮十杯，爱饮十杯，真是爱饮十杯啦。我来接电话。嗯，好，你另外接嘿，咱即马开始接口音来，你好。喂，喂，你好来，车公，你即马在甲叶启田讲话咯。喂喂，喂喂，你车公话哦，来，你车公。喂喂，好头先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好来，咱的好朋友请咱的客服性服务一个无线，他买买好头先哦，谢谢，谢谢叶大哥，你好，感谢你。你吼替咱的听友找这个好困的物件吼，足重要诶，足侪人即马拢一直卡来，而且吼，你敢知影？伊这吼，这个茶啊，足侪人惊讲啉了，听到茶都惊困袂去，都只有这含困会去。对对对，嘛爱甲大家讲一下哈。啊，这阵我看着新闻报道哈，伫三个月前哈，啊，看着咱新闻哈，迄报道就是讲哈，啊，伊就是讲。全球有45%的人哦，拢困较袂去，哦，拢会开失眠。45%呢？你敢知道大家卡起来拢讲，啊，你这地困会去无？拢是问这个问题，所以大哥就发现不行，大家拢歹困，所以才会请咱找来。喂，你好，我安，请讲来。你今麦在甲叶启田讲话咯？你好。你有听到无？你好。你问我唔是？嘿啦，是，你问你哦，空九一零四四一八八九。哎，对啦，安我系对啦。嘿喏，话你讲，咱几岁来？我请你讲。姓啦。好，五姓。嗯哎呀。嘿。啊，我是要甲客店啊讲。嘿。迄条骨头。嘿。食咧两项药啊咧啦。安尼讲哦。好。你讲看卖是安怎？我讲哪迄条？查甫诶，有下交白了吼，靠普洱茶来喝姜，普洱茶来啉会好啦。安尼哦，查某诶白带吼，白带专有诶咧啦。哦，安尼哦，我来安啦。哦，我来安。哦，黄大哥你也办咯。嗯，我有人我。客店真糟糕，我咧面面汤饼，我都骂你咯。未会会有啦，卖大锅咧面面汤饼咧。安尼哦，伊是去拄着贵人，贵大钱甲看咧无。有人伊讲骂你嘛，伊哩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事情，永远感谢。你看大门人，迄阵阿尼龙家问下真情啊，问下要快无咧啦。安尼哦，有影哦，黄大哥。我高音啊！我的桂林，我才行啊！盖着两块墙，墙破坏，等下连。对啊！哦，这桂林拢在呢。黄大哥。哦，啊！你真正对咱叶大哥安尼吼，真鼓励你吼。我八十外岁了啦。安尼哦，安尼嘛爱叫老哥哥。好。你好。啊！你到底倒位？找我。食白带会好咧啦，哦，好，所以人捌啦，人这八十几岁人嘛捌啦，哎呀，黄先生吼，来，所以好朋友感谢你起来吼，甲叶大哥道共之类吼，这里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，谢谢，好伫咧倒位，大家拢知，黄先生，嘿呀，啊，咱哦，有年纪啊，身体爱顾好，对，大家拢来顾，用，来，干一杯，喂，你好。喂，来，你请讲，你甲咧叶大哥咧讲话哦。你好，你好。水果你嘛好，啊，报道广好。啊，你嘛好。水果，水果你嘛对啦，水果你嘛。我拢跟家己讲好。这足星啊，做张曼丽诶，曼玲哦，比张曼丽较水啊。哦，大家咧讲我会歹势。阿姨，你是倒位卡起来诶？我是住高雄啊，我正伫台中。安尼，台中。
请恁朋友到阵来看叶大哥。安尼好。哎呀，咱贵姓？我听哦，我姓何啦。嘿，何小姐。唔是何小姐啊，我已经八十来啦。安尼，奇怪，恁来拢这个保养啦。啊，你个声够真好听。得劲嘛。啊，我。听声袂准啦，啊！看人，人也讲我九十外啦。哦，安尼啦，安尼身体嘛过了最好的就是听你声就知吼，啊，你身体也真好啦，吼。安尼好。哦，较早吼，较早，迄个皇帝吼，迄个御医啊，对不？用迄个线，用咱的有哦，咱的衫的线，安尼我都赞美咧，我都赞美。啊，咱叶大哥是隔空抓药，即摆有看电视无？看到你就知影你水，水个用啊，真是健康。安尼好无？听你讲话声就知影，我比中医较厉害。不是，咱讲爱唱歌的人拢比较。丹田有烂嘛？我咧做爱唱歌呀。嘿哦，啊你爱唱多一条？啊，报道歌王的歌，我拢想要念册歌，念几套呀？真的？哎呦，好火！你讲起来来耍小姑娘。你讲起来好吗？一直讲唱你。啊，你有安听你的歌遮久啊？拢毋捌听过一条歌，我应该拢定叫阮囝唱给我听。多一条。我为你变相思，我为你无怨气，亲像灵魂离了身。哎呦，可是我讲的可气可气，我为你变相思。迄条做啥物歌？这歌名做《失恋的滋味》还是啥？哦，对，失恋的滋味。呜，恁两个真正空中高手对交流，一个唱歌，一个讲歌名。为你无冤屈啊！哎，我正叫阮囝无，你唱入去等咧。失恋的滋味，我听伊讲阿母话你是最爱我失恋的伊啦。啊，我好，我是啊，林刚，我来唱一条。哎呀，我该点一条的。好好好，阿何阿姨，谢谢你啊，高志干，高志干的，咱的何阿姨就高志呢吼，真正好可爱。大家拢快快乐乐听你的歌，拢心情好。啊，你的歌高唱的人吼，拢乐听乐听。喂，你好。哎呀，你好，月春姐姐，嘿，叶大哥好，好，你好，哎呀，我看到你跟那本书拆掉三四十年去装备，哈哈哈，想到青春时，啊，你们叶大哥啊，你身体够好，穿个青，出来穿，啊，这又是同性的，啊，对啦，咱这个月春姐姐嘛，姓叶，住在嘞巴黎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哎呦，我真的。普洱茶真的，哎呀，得嘞，打工的，哦，啊，你另外过咯，我加一个白名嘛，我饮一个白名，哟，啊，你有打工，哦，通等，你讲的通等啦，清等啦，清啦，哦，清等啦，哈，嘿，清等，我看啊，叫咱音控调较大声的，咱的口音你嘛爱听较大声。音控的，我是通的，你通卡住。人看着你嘛，要啊，你用较大声，耳机要听较大声。哎呦，啊，咱这个叶姐姐，伊讲会通灯。清灯，清灯的清北来啦，哎呦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内底清气啊，这有影。天咯天咯，啊，有人讲会大北，你知无？辣辣叫，昨天那个阿姨讲说辣辣叫。对对对，哎呀，点一条歌哦，好嘞，再听一下，你听一下，哎，瞬间梦，哦，我点着不完呢，瞬间梦，瞬间梦。哦，我知啊，这可能要定落哦。哎，孙正面，哎，这是啊，六吹掉哈，这是孙正邦。无论是经过几落冬，哦，这是好老师。好，叶姐姐，再给你安排哦，看电话好你哦，搁加轻落去，好你三十公斤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这阮摄影的这哈，这啊，这中青啦，哈，中青啦，哈，啊，同中的啦，哎，这是大春妈妈，嘿，对对，中华的大春妈妈。我嘛对，我都是讲要起来讲讲者，我嘛哦，这个普洱茶食甲足好个，你知？啊，我就是感觉业界电视生吼，我嘛对八十岁啊喂，啊，我就是有啊，叫足时间，阮头家。阮先生拍到不多十多斤嘞，啊，啉这茶啉了吼，改善足济。哦，
考错什么拢无去，我才改开干过尔。对啦，有人讲考错无去，有人讲放尿袂遐臭啦。哎哎，啊，伊这边住个老人院呐。七八岁，啊，阮先生吼，哦，这个都足欢喜，我只爱感谢咱叶先生啦。我是拢比较侪岁啊，嘿啊，伊叫我打电话，我嘛紧下。我都收八十万。叶大哥，咱嘛爱感谢咱个大春妈妈对咱的信任。对对对。一直买落，一直啉落，因阿公啉到腹肚拢散去。安尼吼。啊，健康嘿，够健康啊！啊，若健康，无就欢喜去。啊，我们囝吼，拢蛮足乖啊。安尼哦，我唔得讲。安尼互相祝福一下。身体好，家庭美满。我拢在讲，你足好，老好命，你知？老好命，老好命。对，老好命。这个，我做咱入去电视台吼，这个普洱茶啊，话咱全省的人会愈知爱来啉这个茶。谢谢你的鼓励。我有好朋友，我会拢会加减啊，感谢大春阿姨，中华大春的阿弟阿姨。谢谢。我是大川啦。谢谢。谢谢。啊，我大春啦。我先生是姓罗啦。哎呀，谢谢哦！中华，我做囡仔时嘛，大春大春，大春大春，张阿姨，嘿，咱中华关的啦，安尼有精神哦。啊，你大春乡，我都是啦，我咧啊溪湖啦，什么啊河尾啊，什么迄我拢知呀。哦，园林啥？啊，你咧？我做园林小姐啦。我对啦。园林小姐。我嘿，个园林小姐。好，安尼好。哎呀，园林小姐好。嘿，我知。哦，就感恩你哦，就感谢你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啊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甲大家讲一下。好。哦，咱哦年纪济人，咱哦啊。拢甲当作吼，咱还阁作少年呢，真对。哎，安尼想，哦，安尼吼，唔是讲啉这普洱茶吼，对身体好尔。嘿，阁有一项，嘛爱安怎想？安怎想？就是讲，哦，我伫咧啉普洱茶，吼，我拢敢那吼，甲叶启田在一起。哎呀，今日来干一杯，叶大哥，跟你干一杯。哦，安尼讲，听我一个足好诶。冰牛来干几杯，干几杯。冰牛来啉，冰牛来啉十杯，啉十杯。你要啉十杯啦，我讲一杯，伊讲爱十杯啦。啉得起的，好，谢谢啦。谢谢啦，啊，谢谢你。大春妈妈咧讲足实在呢，讲伊人巴肚汤啊拢散落去，咱经过接才袂占这侪时间，赶紧的来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赖阿姨。嗯。哎，我听到。你等下过来。我听袂歹啊。哦，袂歹哦。叫做嘛困拢叫上安尼困。哎呦，第一日恁困嘛是甲照困，不是好你一点哦。我爱听你的歌，来点一条。咱两个人的约会，咱两个人的约会，大家会包容约会。好，这条嘛久啊嘞。啊。咱两个人的约会，你出道了无外久就这条歌啊，你唱的啊，这条真好听，真好听。啊，你以前这条也唔捌唱过吼？你以前有点唱这条歌未？我点你拢无唱，哎呀，就是我问安的意思，就是讲如果问如果无啦哈，我要跟你讲哦，对不起啦，哈，拍摄。这个就嘛，这也袂咯，这个特别特别。这也袂咯，顶台，闽南啦，系哦，闽南啦，闽南人啊，啊，你顶嘉义啊，我今嘛是嘉义县，我今嘛嘉义县，嘉义县，讲嘉义县，好，谢谢，哦，我系关金港，关金桥，人人的约会哦，啊，我系关金桥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约会哦，跟叶大哥约会，喂，你好，欢迎哦，哎，叶大哥你好，你好，我安。你好，我家住清水吼，台中清水啦吼，啊，我家己普洱茶已经卖四罐咯吼，啊，谢谢。我那算啉了吼，啊，即马较无痰，啉了较早我常常有咧痰哦，即马啉咧普洱茶啉一久，啊，拢无啥子，算较无痰，对对啦，哎，啊，佮阮昨昏哦，去游览哦，吼，规车内拢个唱叶大哥的歌啦，吼，哎。为你去拍演唱会，为你拍歌手啦，哎呦，这
甘愿啦，甘愿啦，要做成功的条件，成功的条件，不要让这手艺丢掉。实在是有够欢喜啊！我看当时来合唱一下安尼。哎呀，我来空吧空空八六三八八八空吧空。空八六三八八八呢吼，欢迎哦，大家来开讲。啊，即马呢吼，现场开讲暂时到一个段落。啊，咱先来听歌吼，咱们广告时间啊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开放call in。所以呢吼，咱若好朋友，咱若咧预告讲，啊，叶大哥东港会来是有影，咱就会使敲电话甲伊开讲一下啦。啊，咱尽量控制时间，我会尽量控制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很多人都是真的啊，很想跟叶大哥说话，所以叶大哥。在别人的需要里面看到你的责任，继续搁甲唱落去，上好拢逐工会使来，实在是没办法，咱嘛袂使甲只操啦，无但是一闹来，咱大家拢欢喜哦。好，我尽量啊，其他的代志吼，啊，赶紧哦，啊，你看遮侪人偷瓜，咱嘛拢爱录。其他的代志吼，该赶紧办办咯，好啊，才较有时间过来。谢谢，来，今麦来听这条《蓝色》。纯情。想彼时姨娘伴生，双人好情意。花蕊满山遍，情愈深，咱恩难离，不愿放袂记。最可怜是孤恋去，不知阮心里。我在树边，树影添稀微，鸟食阮几朝小天，见景伤情意，爱拼上一轮回忆，难抬落水滴，淡风冷阮愿等你，男生快乐，心情快乐。哦，今年今年，哇，足侪人要甲叶大哥讲话，来听歌听歌哦，饮茶饮茶哦，饮什么茶？好尼亚茶，好尼茶，就是咱叶大哥吼，真正用心咧甲咱推广的好尼亚茶，而且咱的好尼亚茶是熟茶，是饮了互你困会去，互你安尼吼胃袂艰苦的上好的茶，会起价茶。哦，安尼本来讲实在，哦，有要推销普洱茶，我也阁吼，哦，心内有八十分的这个信心，嗯，哈，哦，也是讲啊对普洱茶的信任，嗯，哈，哦，但起码一百分啊啦，一百分，一百分啊啦，因为咱的听友比较好讲，大家饮料比较好。
啊，就比比较更好讲啊。什么阿弟拢变乌里了？哦，什么拉拉球，什么拢来了，拢通通通哦。啊，我是看节目的吼，去看节看节目的哈朋友哈，啊，未买你真正吼，啉这是福气的啦，真的，真正福气的啦。啊，大家大杯大杯甲啉落去，啊来，咱介绍一下，咱的歌王。诶，普尼亚地是咱云南吼，啊，这是大后种诶，吼，啊，咱这是熟茶，都是经过渥堆发酵，儿茶素已经变茶黄素，超级抗氧化诶物件，啊，伊都个内底拢清，内底拢清，所以你拄啊听到咱真侪好朋友有安尼烧诶，啊，有诶讲诶，啊，那临江咱就会看到有人真正摕起，哦，我红里变乌里，我阿油啊十五粒剩五粒诶，那即卖咧，今仔日咱来请。叶大哥，送送送，逐工送。我当时啊吼，你昨昏去有会计咩？我嘛是没办法。但是今天还是要送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当然是好。咱来送去咧，今仔日要送啥？来，大波送。我拢足知影吼，啊做女性的这个吼心理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拢知影，哦，买吧，无送惨也袂使，什么订啦，什么，哦，大概，来来来，讲讲一寡，讲啊，较歹势安尼称呼，讲一寡渣男啦，吼，人看到咧厨房哦的物件，来来来，我紧甲大家介绍一个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看一个来，这就是咱的快煮壶。什么叫做快煮壶来？叶大哥就是搁想到你咧泡茶的时阵，哦，啊是安那，这个吼，这个烧水爱安尼冲，啊，这安尼一直冲，啊一直冲咧吼麻烦啦，你都安尼吼，免去厨房去开火啦，伊这都是插电落去，水落去，啊，就汤啊滚滚滚滚滚滚滚，吼，快煮壶，啊，咱的快煮壶呢，这支呢价值是1000将近要500块啦，1480吼，那即马今仔日是买两斤，就汤啊送一个快煮壶，安尼有清楚无？这支快煮壶有高水无？有气质无？哎，啊，这就烧，烧水唔吃咧，倒唔吃泡茶。啊，那好势对无？啊，插电就好啊。啊，这家己调起来哦，一件事调起来。啊，重点，咱吼年纪较有啊，今仔安尼提来提去，一烫着对无？今仔阿孙咧装来装去，一烫着对无？双层的。这相定的，伊就是安尼啦。伊讲哦，啊，咱来考虑较详细，这唔好去烫着诶。所以这个是两层的，好快煮壶。来，空吧，空空7638888，今仔日两斤的茶啊，有送送啥物？送这哦，四阿阿个送送咱的迄个。啊，试用包吼，啊，一样送茶壶吼。所以呢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，空吧，空空。嘿，空八空空八六啊7638888，我跟你讲哦，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哦，伊这是家己会调起来哦，自动断电哦，哈，咱若泡茶人若离开迄位，你免烦恼，伊袂烧气，是不是很贴心？所以来今仔日来空八空空，7638888，买两斤就送一个，阿伯买朋友哦，无要紧哈，阿伯买朋友你若讲哦，今日啉袂下哈。哦，你这哦气溶包先泡，你啊讲啊啉袂下，你都寄倒转来。哎呦，我咧钱都拢袂还。闹人安尼啦吼，都是安尼歌王，都是安尼，绝对要互你满意的。伊会听伊的歌吼，你听甲拢安尼吼，无通啊退回，逐工拢一直输入。啊茶嘛是同款，即马吼安尼，逐工啉，逐工啉，大家饿落到安尼，你还没有买过吼？你已经买了吼，买了，请你告诉别人他的好，这有做假后倒修补，好心打给走。喂，你好，赶紧打电话。喂，赶紧打电话来，你好，谢先生。万年。哟，叶大哥好。你好。我跟你讲，这人客啊，真正啊，这真正赞的。各位人客。这个，这茶哦，唔免惊困袂去。我从这食茶配咖啡，我都稳时嘛困。哎，我身体检查嘛，拢无红字啦。我做囡仔哦，叶大哥，我甲叶大哥，我甲你讲，我63年咧做乌的吼，做乌手的啦。哎，我就听你的歌较正啦，啊，你真正是块偶像。偶像，偶像玻璃的有赞哦。你莫问你，我见你四三。包用来买10斤啊！10斤啊！我先感谢啊！谢谢谢谢，感恩感恩感恩！哎呀，来高雄我有电话，我来要请你吃一下饭啊！谢谢，一定一定。
的谢永兴大哥来三明区。我今日来啊，买一桌，买两斤。好好，嘛赶快两斤，各位各位，哇，做感谢你，吃好到手。我过来买十斤，好，好，好，这茶真正赞的啊！我来做啊，这人客啊，这我茶做茶啦，茶就是我做茶，这茶你好一百斤，我一百斤。你你妈呢？你泡啊，无够高诶，我泡比你较高诶。哎呦，安尼哦，你讲哦哦就对好。好啦，好，其他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你哦，过两斤，过两斤，十斤啊，过两斤。喂，你好。去高雄会去找伊啦，去高雄绝对会去拜访你啦，找你开讲，吼。来，好朋友来，泡你啊，第咱咩？一斤啊，两斤，今仔日两斤有做快煮哦，来，新同学哈。喂，来，你几岁？来，你请讲。我姓廖。哎呦，我你啊哦。我新店的。新同学哦，新店的新同学，来，咱们两斤哦。啊，两斤啊。好，我等下给你抄地址哦，哈，阿伯，你先挂电话，谢谢。来，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买两斤的。感谢破你阿弟哈，新同学。给你挂电话，这十分钟的时间呀，哈。我等一下给你抄地址，谢谢你来，我过参过接来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慢点。玉桂阿姨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，你茶啉真多啊！哦。哎，伊个真啊破面茶真多。有够赞的啊！你吼。哎，啉的到茶啊，拢袂感觉讲哦，发作会易冷啊啥？哦，对啊。一定有啊。痛痛痛！啊，足好诶！啊，你们。谢谢你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感谢你的见证。哎，大哥，伊那。哎，你好。有听到？对啊，做好做好做好创作咧。创作哈，拢甲你传好好，拢甲你传好好。即马吼，今仔日两斤叫上一个快煮壶，而且快煮壶呢吼，成本已经真高啊，而且伊是选上好诶，即个不断电系统啊，有防烫机制，即就是吼，咱若咧煮茶吼，茶吼安尼甲插电就好。啊，你若人吼伫咧遐吼，伊咧烧吼，你也免烦恼，伊也烧到尾也无水，伊家己会跳起来。喂，你好，喂，来哦，要茶哦。我昨有甲恁订哦，安尼哦，谢谢你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讲昨订啊，会算无讲哦，是那日的明星。哎呦喂啊，来来来，我请客服甲你服务一下，来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十分钟的广告时间，你若要爱咱的泡尼亚茶，就爱赶紧卡电话来客服，麻烦请接二线，我搁接来。喂，你好，叫客服甲你讲哈，来。空气的好朋友，来新同学，咱们来碰一下电话。对，我拄仔是开春甲我接的，我问看讲，哎，今仔日接的是当时的账。哦，什么时候会寄到？是不是？今天是礼拜四，礼拜六以前会到，吼，礼拜六。这样哦。嘿呀，好，谢谢你哦。我开工，我买两斤。感谢你，新同学，那我再把新同学呢？喂，你好。喂。来，新同学。我买两斤。感谢你，那贵姓啊？好。好，林妙，给你问地址嘿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拍摄咱这个时间较短，我拢无尊重，拢无给你问过先。喂，你好，哎，班长你好，我是爱两斤。好，进来进来哦，筷子扶上你嘿，啊，这么好地都爱打钢铃打钢铃哦，来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一定要天天喝才会有效果。所以啊，吼，你今嘛吼，甲买两斤啊起来，其实嘛刚刚好呢。啊，伊这有四盒不？这个有四盒，一盒半斤哈。啊，你每一工。因为一盖吼，若要泡到这些试用包，差不多半包就好啊。半包来去吼，咱的这嘛是送的啦，吼，一直送，一直送，这嘛送。啊，这呢吼，会使安怎呢？会使泡15泡。哦，爱泡哦，这有做乌茶，哦，跟你外面的什么红茶、绿茶是不一样的，哦。啊，这个给大家报告一下，嘿啊，哦，这吼高档的、高级的，这吼一只有啊，这价钱是1480块嘞。好哟，啊，要爱两斤。哦，这价钱你若有哦哦，来，我连麦给你回电话哦。哎，谢谢。有买叫你看就知影，这哦价钱哦去买是1480块。对啦对啦，这1480。其实最重要是高档诶，是咱叶大哥的贴心啦。一个是想着讲，这就是爱安怎，互你伫咧里边啦，吼，啊，搁安全啦，未去烫着啦，啊，搁未跳啦，未互你烧伊啦，这个真的要注意哈。来，叶大哥，咱广告的时间到，咱鼓励大家继续搁敲电话，继续敲电话，哦，继续敲电话，哦，这哦有八
一百块我不爱送，送去清洗的。我两斤来，一挂来，两斤就送这个咱的快煮壶啊！吼，来继续打电话。男儿的心情啊，来哦。一杯干一杯，三妹叶大哥拄啊讲迄句大心的，你到底有听到无？伊讲你逐工你若一个人，啊，你都泡茶落去，都敢那叶大哥咧陪你啉茶。对对对对，阿妈这个麻烦哈，啊拜托啊，这啊看节目的诶，咱这哈啊好朋友这哈啊大姊小妹哦，啊加大兄小弟啦哈啊这个。爱甲朋友吼，啊，通知一下吼，敲一通电话讲，迄叶启田吼，每工吼3点4点，伫迄个115台，嘿呀，哦，伫遐唱歌，嗯，甲大家开讲，对啊，大家问好。你敢知影吼？我有一工接到咱家人一个阿嬷的电话，吼，伊讲我那落雨天，阿嬷去看医生拄转来，啊，敲电话要点歌，要点来山姑娘，啊，然后我就想讲，吼，搁点一条，心里就这样讲了吼，然后就想说，啊，是要过几届，然后阿嬷其实她很有气质。伊就讲啊吼，阮老是人无通啊过几届，但是我逐工拢爱看叶大
业客店的电视，我逐工时间也到了爱酒里吃，因为我逐工上届电话就做这件代志，所以大哥。继续努力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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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阿阿妈是爱听我的歌，而且来刷口牛尾出嫁吼，啊，相信伊吼，啊，我较少会的时阵，啊，伊嘛较少会的时阵吼，绝对有去看我吼，啊，唱歌有迄个钢琴迄个呢，哦，这个文化，台湾的这个文化，对啊，哦，这阿妈拢有怀念嘛吼，啊，这个吼啊爱去听，对啊，阿妈尽量啊，曼玲咪尽量讲安排啦，吼。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即、這个有当时啊，阮的工作吼，啊，有咧，有当时啊会卡手卡慢咯，歹势。我有解说过啦，一首歌吼爱找卡找迄个原声带出来，啊，佫爱无唱的才会使，不然你就要重新演奏哦、喔啊。然后再来叶大哥要进录音室，啊，录、啊、音室完了又要再对嘴，对嘴，然后再剪接，其实很费工的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有当时啊讲啊，顶个月有报过。我啊，即马即个月就是讲啊，都慢一个月安尼啦，也是安尼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安来，叶大哥，你真细汉，哎，业界电的歌听甲即久，十八、七十几岁啊，哦，七十几，啊，伊来台中表演，我嘛有去甲看。哦，阿妈阿姨，你看到叶大哥有欢喜无？好欢喜，啊，爱听伊的歌，听我的歌听甲心底。继续唱，大家继续听。好，啊，你若要按地，爱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咯。继续快乐，好欢喜。啊，奇怪呢吼，看咱的节目，恁咱的地好朋友，大家都安尼活跳跳呢，好可爱。小雅妈妈呢？曼玲啊。哟，叶大哥好。阮小雅妈妈来咯，那只温柔，今仔日那只温柔啦。是啦，大家拢讲啊大声。哦，我的小雅妈妈叫高追呢，大家拢看咱的节目呢。是啊，我拢唔敢走，拢大家拢猪头看呗。差一点啊，差一点啊，电视幕嘞，唔敢去放尿。但是我都啉咱的茶放尿会足大泡的哦，爱该放也是爱去放哦。系啊，我想点一条，我有歹势搁点你。阿未出来啦，你也阿未出来吧？系啊，阿未出来，啊、我上个点一条，无出来快紧。反正我逐工咧看无差啦。哇，安尼吼，啊，你爱多一条？酒路为啥人？有这条？嘿，哦，酒路为啥人？真正有这条？哎，你那少年囡仔唱的？安尼哦。这是热闹还是电闹哈？这今天我要看看，太厉害了！就是想我来挂起来，要坐挂。我这条袂歹听。好好好，安尼咱也找着卡啦，哎，甲你安排哈，谢谢啦。谢谢啊。哥啉哥啉，阮小雅妈妈茶啉足多。好。啊，我买十几斤啊！你买十几斤的小雅妈妈，买十二斤啊！我要搁买阮老伯啊啦！你买少的，你买少才够买啊！不是啦，伊讲哦，十几斤啊，拢炖起来。安尼哦，哦。啊，饮料好不？饮料好不？饮料爽快。饮料好啦。哦，饮料接爽快啊！阮头的吼，迄水草放尿草拢好去啊。熬这哦，对呀，拢无通啊嫌嘛，要怎？我当来讲袂记，我嘛当拢买个，你只只买无着呢。真衰，好啦，谢谢你嘿，感谢哦，吹潮拢好。对，本来无想要甲浸落去，浸嘛还可以。我下个月无伫啊，下过花莲才去甲你找你开讲。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今麦说来先。玉桂阿姨呢？玉桂阿姨耶，来哟！慢点，哎，大哥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你够好呢，哦，我都在看着你，我拢怎
然后开花起来，吼，开花了。哎，心花开，心花开。嗯，哎、嗯，咱十我十个，十几单看你十二岁看个，看你看个这样时个，看个阵啊，咱歌厅无唱都无当，你看你足足忝啊，真的哈、哦。安尼阵歌厅关。哎呦，所以即马是上幸福的时阵，电视拍开，逐工拢有。我哥哥唔知是产咩啊？哦、嗯、哦。啊，我衰过产恁产头呀。哎呦，嗯，我快乐人啦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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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哦。啊，所以讲，佮点点唔着了，点着了算。我拄啊点迄个精精的啦，精的，嘿，精的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点着迄个哈，干啥？一条迄个，等等了啦，心疼。心疼咯、哦，哦，心疼，好，好，好，玉桂阿姨收到啦，嘿，好 ，OK， 好，哎呦喂呀，谢谢，玉桂阿姨拄啊可以嘛，起来见证，伊嘛第一啉足醉吼，来，咱搁接电话哦，好不好？可以再接吗？导播再接一通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哈，最后一通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请讲呢，男性同学哦。哦，你家的哦，叶克典家哦。是。哎，你好。你咧跟叶克典讲话咯。嗯。我哦。嗯。拢无去哪，伊这无闲啦。无啦，无闲，我去听你讲啊。哦，你听我讲。哎呀。哦，安尼哦。哎喏。我点电哦，甲你点的内山姑娘要出嫁哦。嘿。根本我困到唔知醒，拢无听着。哈哈哈哈哈！阿姐嘛哦，看见你个半拜，看见个就礼拜。哎，等到即阵呢，一个欧巴桑在讲哦。哎呦，我想起来，我拢唔敢去甲你点啦。哎呦，唔要紧啦，有机会哦，小哥去唱一拜。因为哦，我实在讲啦，叶先生，你唱歌吼。上下唱这款歌啦，快乐的，哦对，老的嘞呀，对。你哦，你个人是活泼的个，阿哥吼乐观的型啦，坚持奋斗，你较爱唱悲伤啦。阳光，我可会是实在啦。好，咦，你贵姓？我姓陈啦。好，我今年八十外岁啊，我较早差不多三四十年前，我就听到你唱歌啦。安尼哦，好，还继续听歌。我就是感觉讲你吼，你的型就是得爱爱你高追活泼，姐姐甲你讲，听起来哦，人听起来心肝会凉啦，会快乐啦，会马杀鸡 ，happy happy， 较无下唱那个悲伤啦。谢谢你哦，我心内话甲你讲啦。啊，我冇心内话呢。伊心内话要甲你讲哦。啊，我冇心内话。好，你讲，剩一分钟啊。哎，我冇心内话。好，来听。哦，爱听我的歌的女性哈，哦，不管是年纪哈，啊，五十瓜、六十瓜、七十瓜、八十瓜，十八瓜，我拢甲当作哦是啊。大概是歌是我的歌友情人。哦，你心内有咧交往啊？你咧要偷笑，要甲唱落去嘛？要晒落去。啊，年纪比我较济、较少的，哦，拢是歌友的哦，大哥、小弟、大哥、小弟。陈阿姨爱欢喜哦。啊，我来跟你讲再见啦，拜拜，谢，今仔日的时间已经到位了，好朋友，你若要爱咱的叶大哥上好的泡尿茶，我甲别人介绍，趁即阵两斤有送快煮壶哦，0800763888，继续搁敲电话，叶大哥来跟你道歉无，赶紧敲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